海支持，多謝曬。我哋唔需要氣餒，因為我哋今日輸，我哋聽日贏翻噶，聽日贏翻噶嗱嗱。今次咧就70個人去打啫，但係下一次咧就一人一票打，我哋一定會贏噶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，今年十一月，明年九月，我哋贏佢，好。我相信他們是、我根據我的理解他們是有一個即策略性的做一些事情，但是沒有關係啦。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外面的民眾，在香港的民眾來看，其實最重要是看著有多少人，有什麼政黨，哪個議員是投反對票的，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不會，其實大家要這樣看先、佔中到今日已經是一敗塗地。其實我哋最緊要咧，即係幫港出聲，最重要就係希望令到佔中係失敗嘅。咁我哋成功咗咯。普普選反暴力大聯盟嘅工作就係普普選反暴力。我哋見到最近都仲有人係用炸彈搞炸彈啊，製造炸彈啊，同埋普選今日被否決咗。其實未來我相信咧，普選呢個工作咧，最少有10年8年要繼續做嘢嘅。咁我哋會一定繼續做，未必係我繼續喺度做緊，因為我年紀都咁上下啦嚇。如果你唔喺度，咁會去？我如果上帝叫我翻去嘅話，咁上帝咪帶咗我走咯。